我要挖出光之国的宝藏，打败奥特曼。这个是荣耀版第20弹的卡片，快和我一起拆开看看吧。嗯，据说这里面有超级多的稀有卡，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拆到呢？我们先来看看这些，从这边开始。OK， 第一张会是谁呢？哇塞，是一张 HR 卡，特利迦奥特曼复合型。特利迦奥特曼复合型。哇，不错不错。接下来是一张 SSR 卡，天哪，竟然是一张 ZR 卡，哇，太帅了吧！背景都是彩色的，这是维克特利奥特曼。他的这个姿势看起来像跑步，也是帅呆了。呀吼！再来，再来。哇，真特利迦的 3D 卡耶。哇，非常经典的发射光线，太酷了吧。这是一张 SSR 卡，天哪，一张新版的 UR 卡，泽塔奥特曼原始形态，竟然还是红眼的。哇，这一包的 HR 卡是德凯奥特曼强壮型。德凯奥特曼强壮型。哇，这张看起来也不错。这卡直接跳过。LGR 白银卡，德凯奥特曼闪亮型。这一包又会是谁呢？哇哦，竟然是迪迦奥特曼空中型，哇，非常酷耶。嗯，果然这一弹的卡片稀有卡真是超级多。天哪， UR 卡斯菲亚乔莫斯，好卡真是拆到手软呀。嗯，最后一包了。哎，天哪，竟然重复了一张迪迦奥特曼。你再看看后面的，哇哦，这是一张 DCR 卡，奈克赛斯奥特曼蓝色成年形态。哇，这张也太帅气了，是一个彩色渐变型的。哦，它的背面竟然还有防伪标。哇塞，今天的运气真是爆棚了，竟然拆到了这么多的稀有卡片，朋友们记得给我点赞哦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